不牛逼了，总之啊，过来，请了。我开水果摊的，能卖给你生瓜蛋的。我问你，这瓜保熟吗？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你要不要嘛？这瓜要熟，我肯定要啊。那他要是不熟怎么办？福少发个鞭六八枪装六寸头看不得拉过连我的头发长眼睛都虚气电脑将一起面上的热血又抓狂不起身家子年轻人你想要男就绝壁人干为了这一轮踢掉推层如果不逼自己只能在嘴唇耶六八枪我才不得管你们咋想把婆娘留在那花样社会上打磨新的十八两耶六八枪住宾馆经常被查房啃了口西瓜走进了发廊翻了些头发但不要当发毛靠的不是的手气衣服都拍没了周五到周一到晚上别个在休息他还在酒局带的是 rolling 看生意脖子是歪的给我个面子你值得要开心成年人都需要台阶兄弟我不说那些那我先打一圈的大哥在他那边下楼坐我的车喝不想放的酒烟红魔力晒的是银行卡密码是今天的日期真情是古的不懂说后妈那就是你最好的时机耶在牛逼的松老虎你对我说的话重要不见面说懂了不威胁我你跟我领上我动要不对不起我是武松的武大哥对我是个千里骨如果我是你我肯定会再加个两百股我的故事创造伟大大的传播度就像是牛逼的才能破六八枪六八枪从小到大他都非常的要强六八枪六八枪他也是非常的坚定接受各种的较量六八枪装六寸头看不得拉过连我的头发长眼睛都虚气电脑将一起面上的热血又抓狂不起身家子年轻人你想要男就绝壁人干为了这一轮劈掉推层如果不逼自己只能在嘴唇耶花枪我才不得管你们咋想把婆娘留在那花样社会上打磨新的十八两耶花枪住宾馆经常被查房啃了口西瓜走进了发廊翻了些头发但不要当发毛好爽啊点我们家吗我才上上一次他妈的什么有几年没见感觉好陌生知道你以前还打架有过你那一年我应该还是个小学生我想你过去的传闻感觉有好几个版本打篮球后来才看见到蓝门你说要能够耍才叫做男人结果我说你推了个板寸想模仿着老鹰的鹌鹑我没得钢管所以用板凳背过来问我我喜欢反问哎把手举起来你火爆的还上了几块再等一下耍他皮带老子们不可能控制着离开直到我冒撞起了开始懂了点道理从网吧里走出来下起了暴雨再次碰见你开了台奥迪副驾驶做了个龙装的杀手绿片儿是粉红色别人会对你更尊重的现在我穿到迪奥的皮袄感觉我就像孙红雷六八枪装六寸头看不得拉过连我的头发长眼睛都虚气电脑将一起面上的热血又抓狂不起身家子年轻人你想要男就绝壁人干为了这一轮劈的要推层如果不逼自己只能在嘴唇六八枪从小到大他都非常的要强很要强六八枪，他眼神非常的坚定，接受各种的较量。我现在想的是，你今天出了这个门，尽头的路怎么走啊？路是给活人走的。去，还牛逼不，董事？行，又来了，又来了。哎，又没有啊？没。哎，不，你要自己上去了，你这个是。
大会。哇！傻子，你咋这么慢呀？强子，别他妈给脸不要脸啊！不要，不要脸！不信任叫你硬吗？是很牛逼，大子。大子，我的妈！红嘞红嘞，从这儿从这儿去。哇，这把贼真轻嘛，真不错。我有点转了嘛，对吧？那个是卧底噻。是啊。哦。少爷疯毛儿啊！这叫啥？第一个给头啊，这叫。熊猫儿。第几给头？先不要讲英语了，我的天。哎呀，我吃，啥都吃，不要吃。孙子，你发了人？肯定是正义终将降临噻，你懂不懂啊？哎，其实这个阿森纳还是有点死。那也是，那也在写着子嘛。反面教材，我跟你说，